再有水友就是好啊，直接就能进呢。给我选了个大棒儿，下回你读条你就让我进，这大棒哪能行？这两个大棒能玩啥呀？两个大棒，飓风永存。谢谢没人懂得肖邦的忧伤的飞机星界龙法师。狗都不玩，玩法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加五次法强，再来，再来！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，让我为您指路。来把这个啊，我测试一下，他们说有一个斗法还挺厉害的，S 级斗法，驯龙斗法，看看。抄作业了，这抄什么作业？我试试强度。你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能不能不抄作业自己玩？这叫什么抄作业呢？这不是在测强度吗？抄什么作业？那你能不能别学我的喘气儿方式，你自己喘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。再说这种弱智的话，我给你封了。
现在冒险家看还那啥吗？哎，左一现在还打自己人不？冒险家还是掉线儿，好吧。我需要一个蓝。蜘蛛先用着也行。刚说用了就输了。杀个诺姆西吧。没有吸血鬼呢，完了，驯龙大师上少了，诺姆西这轮没养上。决定了我的路，浪法来这么快啊！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直接不要了。
流浪法师，法球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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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呀！星界赐福，好极了。完了，他妈按错了，多伤一级，操！这么卡呢？现在我们可以安稳终点了。嗯，都卡掉一个羊刀。光头直接给羊刀试试，龙刀大天使配羊刀，有星界赐福，不用科技枪。我操，晚豪！还得是晚猴喊。光头是要 C 的还是要打工的？ C 的呀，大光头。差一张塞拉西，这把前排可以要个离子，省着这龙爪打不动。怎么都有派克了呀？来个蓝。他们应该都不要蓝，应该都要全套大棒啥的。拿走了，我要吸血鬼，我要个魔抗吸血鬼。这你能拿到蓝没关系，拿不到就算了。不要逼我出手。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没想到法师居然也能这么狠啊，我一直认为法师是特别垃圾，你知道吧，没想到法师居然也能这么狠。还行啊，我说句实话还行。大光头挺狠的。
了星界龙几轮了，怎么还不给我给我弟呀、啊？这轮有可能打这个第一名了，满 buff 未知。我可以小上一下。我喂一轮那么行，同行来了，他是冒险家，他不是同行。而且同行根本打不过我。露露冷不？不冷了，留一轮。挺好，这露露没冷，不错。下一轮给我个吸血鬼，给我歇着，我就把这鱿鱼卖了。蹦个蓝，蓝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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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星大光头啊，兄弟们！他打五千多呀，第三海克斯了吧？刷一个吧，行吗？第三个我就刷一下。法准，法准，法准，法准吧，蓝电池不无敌了吗？也行，蓝电池也行。我想要法转，法转给巴德的，不过也行吧，也行吧。选了个最没用的，怎么能是最没用的呢？这蓝电池对我大光头的提升很大呀。公里圆弧跟蓝电池差不了太多。
给无尽呢，不给无尽了，给龙刀吧，给无尽呢。给无尽吗？100点。拿一张左一，现在是优先英雄，你知道吧？不要逼我出手！干巴巴的傻笑，恶作剧就失效。干巴巴的傻笑，恶作剧就失效。我的人民在期待着我。光头咋一个也没有？这玩意儿删不删都行吧，不浪费钱了，扔了。瑞兹哪去了？那瑞兹啊，我操你的哥，这瑞兹，你快点给我出瑞兹，听见没有？那小菊还是会打自己人呐。我就要一只两星瑞兹就行，行不行？我都不用三星的，你给我来张两星的就行了，哥。我这主 C 呀，我操了！我要张三费主 C 都他妈升不了二啊！
七级不地八级地，赶紧回家吧。你们自己听听他说的是人话不？这他妈跟我七级地八级地有什么关系？完了，左一怎么回事？怎么把左一给整下来了呢？他俩个什么玩意儿？上前面死的啊！你把你那小菊别给我放出来，听见没？你那小菊别给我放出来啊！我不要小菊。揍自己人了，快点死，小菊！牙锁怎么打不动呢？不要七法师上歇着吃钱，不要逼我出手。这个吸血鬼感觉得给他来个水银，要不然死的有点快。完了，小菊又出来了。小菊纯内鬼，小菊。水银搞一个吧，圣杯不用了，这伤害够了，这都伤害随便够，主要是前排顶不住。加点闪避，前排顶不住，伤害是够的。那我觉得阵容，
强度差点意思，打着弄翼龙这么难打吗？打着侠。哇，六冒险家。啊，你怎么又打他呀？哎，为啥呀？这也能连着打的，我的大哥。卡住了。